故对人尊重之外，也要尊重大地万物。一丛树啊，呢，古树啊，年年年年啊，安尼开花结果啊，啊都明明都满了，明年又搁生了，那同款迄粒籽，一生无量。无量寿的心，在不断不断的延伸，你想妙不妙啊？妙啊，真的是很妙啊！这个时候，这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拢在汉藏的佛，都一智慧的内底里，人学佛啊，一定爱回归佛心，所以佛心。书记，书记就是行菩萨道。咱有一个真实的世界，真实的世界就是走入人群中去啊！真正呢，用咱大家人共同这份的爱的力量来陪伴一个呢，孤苦无依，或者是身心疾病，咱有法度呢，和这个苦难的众生脱离苦难。就是真正心灵的世界，一得到离苦啦，咱得到法乐啦，众生得离苦啊，咱的菩萨得法乐啊，这就是真正咱的心灵的世界。上说修行并非追求渺茫不可见的玄幻境界，而是走入人群，面对真实世界。帮助苦难人脱离身心之苦，若能体解众生的离苦，菩萨得法乐之意，此时的心灵世界就是佛菩萨的境界。冰岛火山爆发，大乾坤啊，真奥妙！不只是大乾坤奥妙了，其实小乾坤呢、啊？同样是奥妙啊，人要珍惜大乾坤，大乾坤呢才能呵护的大地万物啊。但是我们人呐、啊，总是众生共业，先破坏了大乾坤，所以呢，让大乾坤呢四大不调。大乾坤有四大不调啦，其实咱小乾坤呢。感官有四大不调，地球是我们万物啊，植物啊、人物啊、动物啊的共住的地方，但是污染都是这一些人物、动物在污染呐、啊。咱人就是透过爱的心嘛、啊，所以咱能透出了污染东西，使用动物呢来污染大地。植物啦，伊会吐心，啊，但是伊在过吼，不过呢，它吐心的空气呢，哎，供应这么真多，吼、哦，来不及啦。啊，它要修的，哎，这个过位吼，但是呢，也是已经呢是灵体啦，因为植物已经孕育起来，已经少的啦，这山顶拢被砍啊砍啊，那一落地。南部起来，看到受过水伤肺的面顶，拢是查看清楚吼，拢是受寄过，拢是山鸟鼠寄起来，啊，站头下尾哈，村中拉到啦，底下山坎的这个边缘，啊那雨那落嘞吼，顺迄个水呀、啊，安尼呢，甲土石流当者落来，这都是呢。破坏啊！伊那伫咧老的时阵，赶快会损伤呢土地啦，水土保持已经呢失灵啦，再加上啦，顺着水安尼冲啊、流啊，搁在伤害山体，很不可思议的人，既然人会伤害大地啦，应该呢人也都爱会当保护大地，还要保护大地呢，咱就先唔通去吞噬。都未去使用遐尼侪，所幸呢对人体呢是有帮助，会当呢减杀生吼，减作业，减使用，减污染。上说人类要珍惜大乾坤，
才能呵护大地万物。无奈人类总是伤害大乾坤，医治四大不调，危及小乾坤的健康与安全。圣人期许人人用心爱地球，护持他离不开四象，他珍惜他的人，好好利用他的寿命就长了，它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，利用它的寿命健康又长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啊，那无好好个利用呢，长进啊，它会掉的啦。这就是物理的成住坏空。其实上重要佛陀要讲的是地球。咱的世间也是行住坏空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坏劫，以这个地球已经成就在这个宇宙之间啦，几百亿年呢，它现在慢慢啦就会有老啊，天等地老哦，它就是会有老。哇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会老化的这么快？本来呢，它会像你这样紧啊。最近拢一直听到地球啊、高山啊、喜马拉雅山是咱的地球面顶最高的山。最近啊，也已经在咧发生呢水灾，是地球真的是已经受毁伤了啦。再高的山啊，也会有水凶，也会地震啊。咱起码爱情提高警觉啊。所以呢，处在坏劫这个时代，有人就问佛陀讲：既然有了大地啦，为什么还会受迫害？佛陀也回答就是讲：众生共业。咱的人的心既然安尼伫咧转变啦，敢那会晓要奢侈、偷窃、利用，唔知影讲物件的价值是虾米，所以这叫做作业啦。为着讲要用真好、真好呢，啊，就一直用钱无度、人伦多劣啦，参加吼伫咧用物资啦，拢无共啊。古早呢是实用啦，物件用，即嘛不是浪费无度啦，安尼得浪费。圣人总是有着来不及的担忧，故敦嘱此际人要细心的考量，稳重的往前走，彼此感恩互爱，以无私的大爱为天下芸芸众生付出。这就是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慈济人文。上人期许慈济人人人同一面佛心，同一面师智，担负其使命，自立人间菩萨招生，方能使人心净化，社会祥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平安吉祥，正言上人纳履足基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